老雷，生日快乐，一起喝两杯。来喽，两碗寿面。趁这赶紧吃啊，小姐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也要收摊了。改天吧，真是扫兴的很。老雷，你有些日子没来了哟，你是不晓得啊，老熊他整天待……哦，差点忘了，我给你准备了惊喜，给你介绍老熊的得意新作 MCI 通讯仪，有了它，追踪定位、实时对讲都不在话下。农民请注意，农民请注意，速到川味面馆为雷德文。别闹了，快吃面吧。哎，就是啊，老熊你低调点噻，大爆炸之后啊。怕什么，军团那帮铁狗。老雷，一起加入组织，咱们俩干。哟，老雷，那个铁拳我已经替你修好了，别再折腾那堆废铁了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。什么废铁啊，虽然我没法让整个装甲复原，但至少那个铁拳……你们小声点儿，最近风声那么紧。已经六年了，就算你修好了那个拳头，又能做什么呢？都过去了，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老兄，依我看，现在确实还没到时候，再给他一点时间吧。已经六年了，难道他要逃避一辈子吗？怎么回事？老熊惹事了，刚刚铁狗啊来面摊，把老熊抓走了。哎呀，这是老熊的东西，我给藏下来了。搞不懂你们老……这机器还能工作，我看看能不能定位老熊。通知海上机器，信号是啊，老熊被抓到火炬塔了。我是没听说过哪个农民能火……我这就去火炬塔。你真的要去冒这个险呢？你知道的，老熊是我在火炬城里唯一的朋友了。这个东西是老熊留给你的，他说你会用得上。
说着破，说是一只大笨熊黑，那笨，那你就。缺少地图数据，呼叫老熊。老熊，我得立刻去火炬塔。Thank you.
兵变多了，离火炬塔肯定不远了。哎妈呀，是雷哥！哎，雄叔未中，哼，你小子消息还是这么灵通。明兔不说暗话，火炬塔外啊有个排风口，这通讯仪是雄叔的杰作吧？哎，雷哥，给他标好了。这通讯仪的定位功能，老雄。雷哥一眼就瞅出来我跟哎那啥玩意儿，要不哎，雷哥，你去过的？
大力神，大。比起大力神，你的八卦消息更出名。大力神，大！消息灵通的，打听钻头的下落。先得弄到变形钻，才能烧火炬塔。回去找个消息灵通的，打听钻头的下落。消息灵通的，打听钻头的下落。消息灵通的，打听钻头的下落。先得弄到变形钻，才能烧火炬塔。回去找个消息灵通的。听钻头的下落，先得弄到变形钻，才能烧火炬塔。
回去找个消息灵通的，把这个都投降了。 消息灵通的，打听钻头的下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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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找个消息灵通的，打听钻头的下落。 大力神就是趁了找军械，我这儿有啊。老王，哪里能找到变形？嘘，小声点儿。嗯，没错。哎呀，肯定被厉害的铁口守着呢。从我房间左侧的暗门下去。谢了。 吴师傅也真是不服老啊！你也来一瓶补补，你救了我。